位兄弟姊妹平安，咱搁拿这个平台来俄罗咱的上帝，咱做阿头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求你来充满阮每一位伫这个平台来敬拜你的，互阮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。耶稣，阮欢迎你来阮的中间，奉耶稣的名祈祷。来，咱唱一段诗歌，耶稣，耶稣，咱来敬拜你。唱一段诗歌，我伫即道，我得救是因着你的恩典。感谢耶稣，感谢耶稣。
兄姊妹平安，真正欢喜的，会使伫咱的家中咧，咱作阵来敬拜来阿罗咱的主。感谢啊，为恁长老带领咱美好的时间来敬拜，安尼美好的啊来阿罗上帝，咱啊单心的来祈祷。全然的上帝，我们感谢阿罗的，我将今日的时间交托予你，愿圣灵你来充满我，和拍开我的心来听你的话，愿上帝你的圣灵来光照我的心，和我听了不但明白清楚，和我活出主的生命。在这个瘟疫的这个病毒，主啊，我俩来呼求，和妹妹过去再讲主啊，你的看顾甲保守，主，我将以下时间。我们讲应交托予你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伫这个拜三，咱的总理李尚龙甲咱讲关于这个隔离啊，爱延迟到六月一号。咱大家就心中最关心的就是讲，这个病毒是爱偌久，偌久咧才使停止。咱什么时阵咧，才会使恢复正常的生活？实在，咱等这时阵一到六月一号的时阵咧，咱再讲等候，等候，哎，是无容易的事。但是咱相信咧，上帝在靠咱，甲咱斗阵行，然后咱这时阵咧，咱爱珍惜时间，爱活得有意义。求主帮助咱，让咱做基督徒，明明有上帝应允，而且呢，咱要相信上帝所要行的应允呢，伊的确爱成就。但是咱看袂到，伫这个等候的时阵呢，咱心中讲袂出的一声的吐气、决心，还是烦恼、担忧。什么时阵呢？上帝应允呢，会使成就呢？在那边来书第十章，甲咱讲三十五节，所以你唔通丢弃勇敢的心，存着呢，你的心呢，的确要大转向。三十六节，恁的确呢，忍耐和恁呢，行完了上帝旨意，就会使得到呢所应允的。那边来书的作者。鼓励咱，因为第一个时阵呢，伊看到一只信徒拢总分散伫无数上的各地，只信徒唔是基础的信徒，只信徒咧曾经信仰的缘故，伊已经受了逼迫，也受了即过的苦难，所以曾经呢，在即信仰里面已经震撼过啦，所以应该是刚强。的信仰，的信道，但是在这个时阵呢，因软弱了。为什么因软弱呢？就是因能看未到上帝的应允，的事爱成就，伊看未到伊亲目上帝的作为，所以因也信无。在这个延迟的这当中，不但因信无，也失去了信心。所以，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呢，就不断的提醒，在当中呢，你看到这信徒在这个等候，要经历到上帝的突破。所以，第三，我要跟你们分享两个方面啊，思想在这等候的过程呢，那么经历到这突破。头一个，那么看到的是要渡去心中的难阻。所以在希伯来书上的十一讲讲，恁要唔通丢弃勇敢的心，这勇敢的心就是讲这好大的心，还是这信任的心，或者把握的心，唔通弃掉。你讲咱爱的爱坚持保守这个心，所以无论咱做甚物，拢对心做出来。所以稍我看到三项，就是头一项咧，咱会灰心的难做，
当咱看到本车这个瘟疫的病毒，是讲哦，咱会使一百个人，落来讲五十个人，落来讲二十个，等于讲十个人才组织，等于讲即阵上好是一个人，啊，什么代志卖归挂去一个人。啊，等开始的时阵咧，人讲是四月七号要到到五月一号，卖再讲即阵讲到六月一号，所以咱看一项加一项，然后看到不方便，因为咧不能点头归啦，也看到咧只真正物件无方便，也袂买。恁而且也看到，恁爱去到道路咧，恁人就爱戴口罩。吼，啊，了了是要去买食物咧，恁就爱有这个距离。啊，了打包买了来回来，所以人看到一寡无方便，也做工的，伫出来做工也是无方便。有一寡咧袂惯性，伫踮伫出来。所以听姊妹，无论什么，恁爱记得爱点得出来，吼、哦，真正需要恁家出去，记得戴口罩，爱有这个距离。所以伫这道咧，咱无论什么，咱爱彼此的鼓励。我就想起咧，耶稣有两个门徒，就是犹大甲彼得。犹大等于出卖耶稣。伊袂耶稣，当伊安尼做时阵，是因为咧伊失望，伊对耶稣会失望。而且为虾米对耶稣会失望啊？真大失望，就是伊是看到咧耶稣来的目的咧是讲要关于伊个政治的头版，就是要看到伫犹太人对这个罗马啊得到自由。但是事实咧，耶稣唔是安尼。耶稣来的目的咧，就是爱让咱心灵得到自由，而且让罪恶得到逃跑。所以，伊看未到耶稣所做的事咧，伊就灰心啦，伊就决定咧，就要出卖耶稣，而且卖耶稣。所以等于卖耶稣了后，伊有后悔无？有，伊有后悔，因为伊。你想，我怎样成为一个出卖主人的人呢？一开始对伊家己失望，也对咧上帝也失望，最后咧伊家己咧吊案自杀，这是真正可笑的事。因为咧，伊会使倒转来到主的面前悔改，而且上帝会锻炼伊怜悯，所以咱看到。彼得也是甲伊相像啊，也是灰心哦。当彼得灰心，看到彼得不但三拜无认主，而且咧也有灰心的有，而且耶稣死后，伊立刻的去掠鱼啦。有心无有真大的心无，有灰心无有真大的灰心。所以人看见咧，彼得咧一肯一愿意对心的回转到上帝面前。哦，认罪，而且呢，完全的来挖苦主，来服主锻炼。所以咱看到呢，彼得呢，到未来不但上帝为伊可以行新的路，也看到伊成为呢开放基础的教会。所以今仔日咱不伫这个面对挑战的时阵，那永远的卖灰心。在这约伯记跟咱讲，总是咧，伊知影我所行的路，伊纪念我以后咧，我的确咧，吼、哦，亲像过一只连一金，所以咱感谢主，凡事咱只讲上帝会知，伊必跟咱陪路，伊的手牵着咱，锻炼咱。第二个难做呢，就是疲倦啊，疲倦的难做，就是呢，有时伫咱所做一切无合咱的意见，还是心意，有时咱的灰心，有时咱的心魔，咱先啊，咱半路啦，就是阿嬷所讲的话，笨啊，吼，咱就看到伊利亚啊，伫这个
列王之上，哦，等伊利亚家己咧伫旷野行了七里的路程，哦，行到一棵路程树下，啊，就坐伫遐做甚物咧？坐伫遐求死啊！哦，伊对耶和华讲过，耶和华啊，哦，算啦，求你咧，主起我的性命，因为咧，我无赢以外的这个立场，所以，咱看到为什么安尼呢？是因为伊偷偷，伊已经拍赢了属灵的这个胜利，就是打败了这个450的这个正神的。落来呢，咱也听到上帝听伊的这个奇妙的祈祷，就是降落雨。当伊面对这也是别，就是阿哈的王的某要来追杀，要来啊杀伊，哦，伊就咧崩溃了。我看第一个时阵，伊累了，因为伊这个力量用干了，到尾来伊这个啊吹散的灰心。这上帝呢，为着伊利亚，也予伊咧振作起来，好，哦，叫伊咧好爱休息、食饭，啊了有这补充的这个体力，等然后咧，佮再继续行落去。所以咱看到第19章第七节，耶和华的使者，哦，佮第二摆，哦，搭着伊对伊利亚讲，哦，起来。吃吧，因为咧，咧长行的路搁较远嘞，所以就咧起来吃了，啉了，吼，哦，就到后这饭食的啦，行了40里米，到了上帝的山，就是咧何烈山，吼，哦，请问多久啊？40里米。哦，一路，底下姊妹，咱看到咧，上帝赐予伊咧力量，予伊继续行落去。所以，咱也是会使，因为伊哩啊，上帝甲伊斗阵行。所以，咱的确咧有上帝的力量，予咱无伫这个疲倦的时阵咧，上帝的恩典够使咱的。第三的难处就是惊吓的难处，哦，有时人惊吓惊什么呢？惊到伊的病症，惊咧惊无，哦，叫惊输。哦，在咱人生的当中，最大的敌人就是咱家己，咱惊。所以咱惊，马在的日子是什么？咱惊咧，咱的经济，咱惊咱的工作会使无？但是在你惊吓咧。你就看到咧，好裂掉你，变成你的人做。咱记得，主耶稣伫这个彼得的船顶讲道，讲道完了咧，伊就叫彼得讲：你将这个船咧划去深的海去掠鱼。但是一直迷咧，彼得已经掠了，但是无鱼，也是要讲咧，哦。掠鱼是彼得的本话，哦，比耶稣搁较清楚、搁较专业。但是呢，因为耶稣是伊的先生的缘故，所以伊听耶稣的话，无一摆伊去啦。所以当伊去掠鱼的时阵呢，就看到呢，耶稣叫伊半夜搬落去，哇哦，满满鱼，哦，就看到神迹奇事。就是因为耶稣行神迹，所以咱过一摆来听上帝话，予咱的信心挖出来，予咱咧无有这个惊吓。所以咱爱读起咱心中的这个灰心，甲这个野心，甲这个惊吓。第二项就是咧，咱要坚持的来信靠
上帝的恩恩。你要的确咧忍耐，和恁行完了上帝的旨意，就是使得到咧所的恩恩的。真正清楚的，甲咱讲，上帝会帮助咱成就这个恩恩，就是咱需要咧时间，这个等候，等候。上帝予咱等候，的原因就是予咱行完了上帝的旨意之后，上帝应允甲灵的实现。所以等候的这个过程呢，咱要特别的来信靠上帝的应允。圣经当中，咱看到大卫，大卫是一位呢信靠上帝的人，他的一生呢，不是充满了每次顺顺利利，而且有些事忽然间会发生，就是对咱看起，对这个撒母耳温高伊做王，一直哩到哈，伊要做犹太人的正正温高伊做王，当。撒母耳，撒母耳，这个先知来应该王的时阵呢，这中间等到伊成为咧犹太人的作王呢，其实这个中间的经过，你会知几年无？13年，哇！在这13年里面呢，咱就看到，哈。大卫坚持的信靠耶和华，也是讲这13年里面，只有坐咧等咧，是，果是了紧，果是贵，但是唔是哦？你这13年的时阵，唔是讲一做王马上一年，还是隔日伊就去王宫，无哦？就这13年。啊，不只是一旦，而且伊面对真多的挑战。当伊对这个台西了，这个哥利亚，啊，印尼的开始，伊就无好的日子会过，因为伊甲这个沙罗王的关系咧开始改变啊。沙罗王就开始咧接触伊，而且对伊不满。为什么扫罗王会吃醋呢？啊，这咱就要怪咱子民啦。圣经讲，当唱诗歌的时阵呢，子民就唱讲：哦，扫罗王太死呢，清清清清的；哦，大卫大卫呢，就太死了，完完的。所以，扫罗王听了呢，就未服，就真挣扎。哦，而且。哦，和伊甲台币的关系咧，一阵咧开始咧，就真正啊万分吃醋啊，每一摆咧有机会就是要来追杀。所以有一摆，大卫退扫罗王弹琴，是因为伊灵里面有这个挣扎，有这个魔鬼伊拉唬着，所以当弹琴和伊得到逃跑。但是扫罗王无安尼想哦，伊手也着伊个枪，就是飙过去咧，就是要来杀伊。但是咱看到大卫咧倒向两败，所以生命中咧实在一面对凶恶，哦也看到一声的逃开。大卫心中，果是咧坚持倚靠上帝应允，后来咧。也真正久的时间，咱也看到咧，大卫咧，伫这个旷野内，因为扫罗到处就是咧追杀伊，伊就秘伫这个亚多兰洞内，在第三，我看到撒母耳只甲咱讲入二章，吼。就是讲，大卫就离开了遐，
走到咧即个阿多兰的洞，伊甲伊的弟兄，甲即个伊爸亲咧，甲全家听见了，伊伫迄道落伫迄道遐，然后还受伊个捆绑的欠债，甲心内苦难的也伫迄道组织到伊个伫迄道举做一个甲代币。做代币呢，就做着一人的头啊，军队伊个咧，大概咧有四百啦。弟兄姊妹，唔是四十个哦，是四百啦。当你伫这患难、伫这个走路的时阵、伫旷野的时阵，你真正需要人来帮助你，你真需要有才干，你真需要咧。有一寡有地位、有法来扶持你，把反倒转咧，代币就爱帮助伊人，因为这四百人内面，就是一只有需要的人，就是咧困乏的、欠债、甲心中有苦难。代币在讲上帝的恩恩，伫伊的性命。所以无论伊伫倒落，伫这时阵咧，伊感受咧，就是咧，常常呼叫、呼求上帝。所以咱看到，什么时阵，伫咱患难的时阵，咱的确啊呼求咱的上帝，卖讲啊刷啦、神啊、半路啦，咱要求上帝来锻炼咱。所以我们坚持的中心看到上帝的看顾。今天你感觉在这环境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在洞里面呢？还是你有一种的感受，我们就像台币无多少，因为我们的上帝就是我军一家上心的人，那么你们来坚持，知影行完上帝的旨意以后，上帝的恩恩甲会使实现。所以当咱看到大卫一生的时阵呢，伊拄着一切的灾难，而且一个过一个，咱看到这个诺来，一个阿玛利人好就来攻打伫这个希克拉的城，将这个城啊烧去，而且将大卫甲军队一家人的武将拢将掠掠去。所以咱看到第三十章第六节，甲咱讲，当大卫哦真正着急，因为伊众人为着家己的囝儿真烦恼，就安尼个讲。我要用石头咧，要拍死大卫。大卫却咧，倚靠耶和华，伊的上帝，心内坚固。怎能看到大卫心内坚固？因为咧，伊坚持的信靠上帝的恩允。唔是讲，哎呀，当咱面对安尼的时阵咧，咱就放下咱的信仰，还是咧，咱离开主。无，咱继续的竞选来挖苦咱的上帝，咱也卖竞选来拜完。所以底下这边记得等下拜六啊，拜六跟恁分享，咱要竞选喜乐，喜乐就是咱的力量，喜乐就是咱的荣耀。即阵咱也要来竞选呢，挖苦上帝。等咱挖苦上帝到底的时阵呢，咱看到上帝。会讲会让你需要，所以咱伫等候，咱要看是上帝读起咱的心中的难作，就是咧灰心、疲倦，咱的野心加行遐，咱要坚持，信靠咱上帝的恩恩，看到伊显现伫咱的生命，咱感谢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咱感谢主，所以伫扫
我也要为一家新的朋友会来对您讲。我相信在这瘟疫当中，等候是无简单，而且你有真多的烦恼。但是我要对你讲，主耶稣爱你，伊要帮助你，要来照顾你。所以对这个这时阵也予恁有机会做一个决定，来相信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也是恁有这个心意，咱使阿头来祈祷。我讲一句，你对我讲一句。啊，落来咧，我甲为众人祈祷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伫这个瘟疫的面前，予我来明白你。再讲主耶稣，你要救我，帮助我，看顾我。我要接受耶稣作为个人的救主，因为我相信耶稣你对世来三年给我，你要洗清我的罪。我要承认耶稣你是主，我的嘴来，我要相信。所以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使我平安，使我给我给我灵力，走下去这疫情的当中。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也要为这人的祈祷，我们大家爱他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来到你的属我们的宝座，就说你是我们救赎的主。在我们的软弱的这个无助的当中，主要都没离开我们。主要我们在说，当我们的等候你要读起我们心中的一些疲倦，我们的灰心，我们的这个惊吓，让我们坚持的来挖苦你。感谢你赐予我们力量，让我们继续走的时候，主要我们要看到你的恩惠走在我们的身躯顶，活出主你的活命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教导我们，我们同心的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来弟兄姊妹，我感谢主，上帝的确跟我们斗阵行，伊在咱头前的道路。我要做报告呢，就是咱拜二游玩的有这个祈祷会，咱照这个祈祷的这将放伫这个 WhatsApp 哈，咱做定等心来祈祷，因为上帝是垂听咱的祈祷。落来呢，咱就想拜六四点，咱做定伫这上完地面，完上帝的恩惠，主耶稣的爱，圣灵独大的充满，予咱灵力，伫这等候，咱有力量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阿门。